Hello，大家好，我是花生。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啊！那要是搁以前，每年的下半年数码圈都非常热闹，但今年华为和三星的旗舰不出意外肯定是没了。而在我们期待的愿望清单里，之前一直主打线下、线上不怎么被关注的 vivo X 系列，这个呼声越来越多。这种变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是源于它最近几年的走的每一步。从 X50 Pro 加开始，我们发现 vivo 在领先发力。X60 Pro 加发布以后，收获了非常多的称赞，在我心里，那也绝对是影像实力的前三代表。X70 Pro 加我认认真真用了好几天了，现在我想说，这个就是 vivo 给我们这帮人做的旗舰。那喜欢的话，希望多多素质三连啊，因为这可能是你能搜到，可能啊，是你能搜到最详细的首发视频。要聊 X70 Pro 加的外观，我觉得绕不开这四台手机，和上代比。X70 Pro 加更壮了，这种壮不仅在三维，X70 Pro 加比 iQOO 8 Pro 还要更重一点，裸机大概213克，这也就间接说明了，想要堆料那就得变胖。X60 Pro 加那种随心所欲的手感一去不复返，那现在的手感怎么形容呢？也不错，那因为巨大的机身这个横截面积平摊掉了不少重量，没那么压手，但也没有之前那么不错了，你懂我意思吧？X70 Pro 加的摄像头横向比上代宽了大概三分之一，为了维持视觉平衡，vivo 干脆延展整个摄像头区域到这儿了。粘指纹是有的，但陶瓷的硬度也能保证它不会那么容易被刮花。右侧金属质感的陶瓷云窗印着相机参数，头顶也有更细节的这种打磨。所以都是自家产品。如果你把 iQOO 8 Pro 拿过来，我会说 iQOO 这小伙儿，哎，宝马三色真年轻帅气。那见到 X70 Pro 加，我就得说，来来来，我们快进来谈生意，就是这种感觉。X70 Pro 加的气质更稳，适用的年龄段更广，尤其是吸引我这种看起来是中年，实则是年少的消费者。这手机渲染图刚出来那会儿，很多人把 X70 Pro 加和它放在一起来比较，因为他们都是把摄像头横向延展开。但看到真机以后，你会觉得真的不太一样。如果说一加和小米的摄像头区域纵向占总机身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的话，那 vivo 这个大概就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轮廓上 vivo 这个要更方正，那另外两个则更圆滑，两种风格你更喜欢哪个呢？最后就是颜色，除了延续去年的橙色素皮，新的素皮蓝比去年要亮很多，官方叫旷野。那我手里这个是玻璃材质的，官方叫炽黑，打磨得非常的绵密，拿在手里比普通的玻璃更滑，但也更不容易沾指纹。那今年这几款黑色 AG 玻璃的手机，在我这的评价都还是很高的。个人认为，这种也比亮面的黑色玻璃要更高端，也更实用。X70 Pro 加的相机方面新名词就有这么多，所以这部分我会比平时讲的稍微长一点，大家忍一下。先说结论，我认为 X70 Pro 加在上代基础上，影像系统更完整了。那可能你有人问，完整？主摄没用真银二，超广角还是那颗14毫米的微云台。两倍人像和五倍潜望也没变，你跟我这叫完整？那确实，你这么看的话，硬件升级确实不大。但我想说的是，体验下来才能知道，X70 Pro 加的相机看似变化不断，很多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升级。今天一共说三点。为什么 X70 Pro 加在没有升级潜望镜的硬件这个前提下，镜组的面积还是增加了？那因为除了微云台，它这次所有的镜头都补齐了 OIS。那它有什么用呢？就是防抖。两个超大杯的两倍镜头对比，X60 Pro 加的预览窗更陡，尤其是四倍，这个差距会更明显。你可能不认识 MX663，但363你肯定不陌生。麦当娜不认识，你还不认识麦当劳吗？那 vivo 这颗人像镜头就是363的定制升级版，双PD 对焦 f1.6。刚拿到手，我看照片信息有好几次，我以为是主摄裁切，根本没调出长焦，因为我在我印象里没见过这么大光圈的两倍长焦。那隔壁 iPhone 12 Pro Max 和 iQOO 8 Pro 也都是2.2级别的，这么多的好处就是白天有非常自然的景深，晚上也更从容。有了 OIS X70 Pro 加，再可以调出转圈圈的夜景模式来改善画质。在涉及两倍的录像里，光线不好的地方，X70 Pro 加的细节也更丰富，画面更纯净。这里和 iPhone 12 Pro Max 和 X60 Pro 加对比，你会发现 X70 Pro 加的人像看起来信息明显更丰富，颜色也更讨喜。配上机内搭载几个蔡司的预设虚化方案，里面有一些非常神奇的悬交效果，vivo 算是和人像模式干起来了。那五倍就是我们熟悉的那颗800万，这两天用下来的表现就是白天算是维护住了一个潜望式最起码的尊严，弱光的画面纯净度和那些大地潜望式有可见的差距，
而且这颗潜望只有在 1080p 30帧才能被调用，其他录像制式都不支持。我知道不少粉丝特别是期待 vivo 可以把 X50 Pro 加那颗1300万的潜望式换回来，但手机就是一个零和游戏。 vivo 把 0.6 倍1倍2倍对满以后，一颗顶级的5倍真的没地方放了，这个就涉及取舍问题。那我嘛，个人还是更倾向于目前3到 3.5 倍左右的大底潜望。之前我们说微云台很巧妙地改善了手机端超广角画质不够好这个问题，那所以 X70 Pro 加延续这个方案我也不意外。4800万 MX598 14毫米，测试下来它的成片无论是颜色细节还是畸变控制都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复杂光线加暗光环境，可能是镀膜和算法的辅助， X70 Pro 加的成片质感简直一绝，多说无益，直接放两张。而且微云台一开始的设定就是为了解决视频防抖，除了这些它还上了和 X58 Pro 同款的地平线防抖，配合陀螺仪实现更夸张的防抖效果。这个 GN1 5000万 1.3英寸 f1.57 4合一以后 2.4 微米的单像素尺寸，这颗主摄在今天依旧是一颗全时段顶级的 CMOS， 白天要好看的颜色可以有，要近摄的景深可以有，夜景里别人能拍到的我们可以拍更好，别人拍不到的我们还能拍到，有些人追求压高光也可以有。那今天这期视频里这个 EGM 加 6P 或许更值得拿来聊一聊，可以说这个是 vivo 和蔡司合作的进一步深入。我们之前聊手机的镜组里通常都是用塑料镜片，用玻璃是非常奢侈的事， X70 Pro 加上这颗玻璃号称可以有效降低色散，降低镜组的高度，改善通透率，当然还有全镜头的蔡司梯形镀膜。最近两年 vivo 逐渐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发色风格，不追求绝对的真实，是那种不腻人的鲜艳，但可能还是有些人会更喜欢朴实的发色风格。那 X70 Pro 加上给你准备了蔡司自然色彩，时间原因测试了几组，会发现开启以后整个发色会比不开要更忠实，要更淡，目前看还是给了你一个更多的选择。最后我们可能已经接受了安卓手机在切换长镜头那种顿卡一下的感觉是吧，但是在 vivo X70 Pro 加上你再试一试，你会发现视野差大大降低了，它的 SAT 变焦就是能让中间的东西能最大可能的在更换镜头以后还在中心位置。那这个对拍视频来说是一个小甜点功能。为什么说是小甜点？因为目前手机的不同镜头这个素质差异啊，造就了在室外玩玩还可以，但是在室内的话光线恶劣，环境不同，这个不同镜头带来的不同白平衡和素质的跳跃可用性依旧不够高。自研 V1 芯片放在最后说，因为它最重要，尤其是未来一更重要。目前我们能发现手机的硬件升级的步伐开始放缓，因为硬件带来的升级已经开始有限，但算力的战场才刚刚开始，而 V1 为的就是解决算力的问题。在 X70 Pro 加上感知最明显的就是拍照以后处理的时间大幅度缩短，和前代快出了至少一倍。这几组录屏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差距明显，仿佛回到了几年前相机军备赛之前的体验，整个拍照过程干脆利落，让人心情舒畅。还有相机一直是耗电大户，现在有了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功耗也会更出色。打个比方，同一台手机有 V1 芯片的，在没电之前可以比没有芯片的多录一个小时的视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因为效率提升， X70 Pro 加上你看到这个预览窗画面也更精细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录像其实就是照片的快速叠加，所以在 X70 Pro 加的录像预览窗分辨率也明显比上代更高，但目前仅局限于30帧。在算力要求更高的弱光环境和 X60 Pro 加比，同样是超级夜景录像， X70 Pro 加这种硬件级带来的非常纯净的画面是软件层面 X60 Pro 加给不了你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当时的环境有多暗，再附上这个手机没开夜景和有上手机的预览窗，所以这颗镜片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让手机影像方面的处理能力更高，而且更有秩序，这才达到了所谓的1+1=2的效果。那这也就是 vivo 在影像上另外一条赛道的探索，它或许没有小底的大底2倍到5倍或者10倍潜望镜来的那么直接，但体验上确实可以明显感知。所以评价 X70 Pro 加的相机，这次算是来了一次周边全方位的跃进。只是 vivo 啊，啥时候能给我换一颗3倍的大底呢？那你就这个。X70 Pro 加这次来了一波彻头彻尾的补足，
从之前平平无奇的 1080p A 屏进化成了，你等我吸口气啊，一块 2K 120Hz E5 LTPU 500手动量子最高零的1000量子激发量子1500米的极端放射量子300Hz 控彩6支持放射率6.78大屏幕，大概就是这些。那不用多说，这屏幕有多好 iQOO 8 Pro 已经证明了。那从鸡蛋里挑骨头，这个屏幕就是没有了上代那个 DC 模式，还有就是有一些部分应用它还是会锁60帧的问题。那目前看 iQOO 已经在最新的版本逐渐解决了，估计这个也快。双扬声器虽然质量不是目前最顶级的，但这波算是给你了。无线充电器解决了，而且是50瓦，还赠送了一个10瓦的反向无线充。马达解决了，这个是你们想要的哒哒哒。红外遥控 IP68 全程景 NFC 全都安排上。888 Plus 下半年旗舰的标配也得有一波，王者荣耀90帧， X70 Pro 加在一分钟就出现了锁帧，后期就一直稳定在75帧左右。 iQOO 8 Pro 这个90帧坚持的时间更长，最后的平均帧率也要更有优势。它的电池提升到了4500毫安时，测试下来 2K 加 120Hz 下剩余电量 45%， 不是很强，但也不至于说雪崩。还有 iQOO 同款的120瓦有线充电，十几分钟就能充，你他妈想啥呢？50瓦有线充电不是那么亮眼吧，也算是旗舰机的平均水平，要是把 iPhone 算进来，那肯定是平均水平之上。唯有点遗憾的就是去年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OrangeOS 并没有这次迎来大版本更新。不是说它不好，它确实功能和界面美观都不错，就是你懂吧，数码博主太渣，玩腻了。要是能把 iQOO 8 Pro 那个大面积的超声波指纹识别拿来吧你，那就更好了，可惜没有。为什么说 X70 Pro 加是蓝厂给我们做的旗舰？因为之前线上用户那些大部分的呼声，线下不在意的，这次的配置 Vivo 都尽可能的给你们了。对于现在来说 X60 Pro 加用户来说，如果你期待巨大的影像胜利变化，今年你可以稍微稳一稳，主要还是你手里那台 X60 Pro 加的相机在今天依旧很强。但你要是刚好对 X70 Pro 加除了相机以外的升级吸引住了，那换它吧，没有任何问题。未来的手机这个拍照的方向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我不知道。最近两年我们看到了小米的大底级正义和液态镜头， P50 Pro 的计算光学， OPPO 的连续光变，还有 Vivo 在芯片镀膜镜头材质上做升级，手机的影像系统军备赛已经开始有了多元化的趋势。它的相机还是有一点遗憾，但这都不影响 X70 Pro 加在我心里这个结论是下半年不可多得的综合拍照和录像都顶级的影像旗舰。好了，这就是这个手机的一个首发内容，觉得不错的话一定要多多三连点个关注啊，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我是花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